各位好，我是 Daisy 的设计师杨义德。之所以选用纸来做主要的创作工具，最重要的是纸在东方具有文化以及历史传承的意义。而以现在的观点，它又具有容易生产、可客制化的可能性，尤其在配合量产，你可以达到更多不同的需求，同时可以压低库存。再加上纸，它具有它的特殊环保意义，它容易回收，容易再利用。也因此，我选择纸来做主要的创作工具。这些灯饰主要都是用植物作为创作灵感，就如同灯笼的形式表现出纸张自然的特色。我想象就像花苞从天花板自然垂落的感觉。但当你打开灯的时候，在天花板上投射出光影的图腾，就好像花朵瞬间绽放一样，点缀着空间。而这样的图腾和光影，也结合了西方的装饰艺术与东方的内敛文化。我觉得文化是一国民存在的证据，而创意是延续它生命的关键。也希望透过这个奖项呢，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华人文化的精粹。谢谢。